这两个鹦鹉都是十二天的了，十二天的吧，它现在喂奶粉的比例是1:2.5，一勺奶粉吧放2勺半水，这也是最稠的了，也不能再给它喂的再稠了，如果再稠的话就得给它喂小米了。你们在对这个奶粉的时候不会对吧，你就看一下，你看那个奶粉啊，这个奶粉有点像酸奶状似的，这样就可以。你把它盛到勺里边，它不挂勺，能躺下去，这样就可以，就可以给鹦鹉喂。别太厚了，太厚了这个鹦鹉吃了容易积食儿。你太稀了，它这个奶粉的营养容易跟不上，鹦鹉不长膘。转过来。